改变的一天，无辜的救助，活活被钉死，尝尽一切侮辱与痛苦，在悲痛之间，你没有怨言，还祈求天父能够宽恕钉死他的人们。被所爱的拒绝，你能否了解？就连最爱他的天父也闭上了眼，你能否看见他含泪的眼睛？你能否听见他心碎的声音？拒绝那为你牺牲的神。如果没有那一天，没有那一天，我们还沉沦在罪恶之间。没有那一天，没有那一天，又怎么明白什么叫做爱的牺牲？在悲你没有怨言，还祈求天父能够宽恕钉死他的人们。被所爱的拒绝，你能否了解？就连最爱他的天父也闭上叫做爱的牺牲。哦哦哦哦，在爱与痛苦交加在一起的一刹那里，神的慈悲恩典降临，那些血层层一滴又一滴，只为了拯救我和你，在爱与痛苦交加在一起的一刹那里，我和你。